OK，这边补充说明一下，那个我按键的设计部分。那为了让后面方便好设计，那也许是其他的这个上面产品上面的一些，这个控制或者是监视的一些部位。那我为了方便后面好设计，我们会把这边这个特征呢，就是点线面或者。做一个触板几何的动作，那这边就稍微为大家示范一下，就是要为大家示范一下，因为你可以看到我们按键，它不是时候，其实按键中间它中间可能会有一个。中间会有一个这个小圆圈，然后一样，它会乘以六个，这边都会有一个。那这边是作为这个触发使用的，或者说你是在用这按键作为这个蓝色这圈圈、蓝色这方框这个曲线的部分，你看到这边有点消影线这样的，去做这个 rib，做这斜臂。那我们就要在这边建立这样的曲线，然后把它触板几何触板出去。那这边呢，因为另外就是说，这边你这边是你可以看，这边是直射线，它都还没被倒角，也还没有被这个什么要倒圆角什么的，所以我们这边可以先做一个动作，就是倒圆角的动作。那我第一个先给它排好了，就是先要先建立它这个圆的部分。圆的话，比较无所谓啦，因为就是说，应该说它的尺寸比较无所谓。你只要建立一个，到时候他们好去用这个圆去做参考，抓到中心就可以了。OK，一样就会有六个出现。那第二个是，第二就是我刚刚在这边，我要建立一个，我要建立倒角嘛，倒角的话，我就要建立斜臂。这是 face。自选，如果不行的话，可以自选。然后把模型面我们就选 top 面，这里的话，这个奇怪。
来，我们来几度呢？这边的话，来个3度好了，那就会往这边走，然后，呀，这边一样也是，好，这边不行这样做，所以说。他这边不行，这样做。就是说，3度好了，但是奇怪的是，他这边不能一起做。想想是为什么好了。好像这不是这样用的，这个是不太清楚这个是怎么用的。这样放切。原来一次只能做一个。就是说，但是呢，那下面这边无法做这个阵列的动作，那真的还有点不太清楚为什么。那或者说，你可以把这个倒角圆角不在这边做，我们试试看圆角好了。圆角应该，假如说圆角一直做，它是整体做。所以说，就剩这个倒角。倒角的部分就是你可以汇入到那边的时候再一起做，或者说连圆角都不要去做。那这边只要把这个预设的这几边这个都做好，一次会过去。那在这里做一个好处是，因为它阵列都已经做好了。假如说你一起做的话，你按键很多，你一起做这个会节省很多事情。如果在那边的话，你可能需要重新建立这个 table。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出盘集合，那就选择我们要出盘的集合，按住 Ctrl 去选。这环都是我们要出盘的，这边的话你选择 cute 一次都会选到。那他问你一个分子的话，
因为我们这 pattern 的 reference 是有 right，有这个 front，有这个 top，要选带到哪个面？那我们先好了，就先这样，那就好了，OK。看一下这个，因为你可以看这个这边的 view reference， 你看它参到这 pattern 1， pattern 1就是这个，然后 field 2，往 right， 然后这边就是参数式，就是这个是 relation 里面的一些。一些 parameters， 那这边的话看到这个 pattern 的话放过来，我刚刚有选，但是可能还是有交代，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 field 2 的这个 reference viewer， 那是 sketch 6，那 sketch 6呢又是在这个有一个四上面这边剪的，这边剪不是很好抓，所以我再试试看。四个，然后好，我们就来到匹配，这刚刚建立的嘛。那我试着建已经建立了，就把它删掉，然后一样 insert， 然后这个汇入这 copy geometry， 然后它就会出现了。那我们一样选择，OK， 它就把这个 publish 抓进来了。我们直接预览，就跟我们要的是完全一样的，我们不用再去花很多时间去建。那抓进来的这些集合，我们都可以帮它做使用，比如说，待会你要画草绘啊，这边可以这个原型可以做参照什么的。那我们就来试试看，看它行不行做参照的动作，可以做参照。比如说，我就参考好了，做成参考尺寸好了。我们试试看 pattern 能不能用啊？那就 pattern。很遗憾是不行的，所以这边的话就等于说你 pattern table 自己要重建。那所以说最好的方式是在这里，你就尽量把所有的特征都建立完再回进去。那要不然就是你这边能抓这些参考线先建立好，然后丢到这个 keypad 里面，让匹配这边好去建立他自己的特征。OK， 好，以上。